点睛照将来。点睛照将术，把他带进来，除此以外全灭不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哇，厉害！哎，这个，什么呀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嗯，是啊，也不过如此，勉强能看罢了。啊！喂，前辈，喂，别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没惊喜了。让大家自己去看看吧。不了，这个时候还有心思骗人玩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刚才不是跟我一起骗了？你不要学你舅舅的口吻。子追，那个东西吓人吗？吓人。那你再看看。啊？这可是你修炼的好机会啊！就是因为吓人，你才要多看看。你看仔细一点，告诉我，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样，看到了什么？白瞳，女的，很矮很瘦，长得还行，拿着根竹竿。嗯，这位女孩子大概只有15、16岁，瓜子脸，很是清秀，清秀之中还有一股活力。木簪的尾巴上面叼着一只小狐狸头，瘦小并且体态纤细，虽然并不整洁，但也不算肮脏。如果整理一番，一定是一位可爱的美人。嗯，不错不错，观察仔细，而且着落点非常的独特。这位小朋友将来一定是个情种。这女孩子大概到我胸口，衣衫褴褛，不太整洁，像是街头乞儿的打扮。那根竹竿似乎是一根盲杖。白瞳嘛，不是因为她是怪物，而是因为他是名眼盲之人，而且他不断用竹竿敲击，像是要表达什么却说不出来。还有他的脖颈上好像有黑色的纹理。没错没错没错，金灵看得多，思追看得仔细。喂，这位姑娘一直跟着我们，是有何事吗？难怪无法开口说话，又萌又哑，真可怜。是那个鬼面人吗？应该不是，那鬼面人的身法和这个人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会是他？莫前辈，这个人中毒了。这个人得救。怎么救？外面屋里都是毒粉，一出去肯定中毒。修和，单纯逐笑开，不问善与恶。点睛照将来，点睛照将术，
把他带进来，除此以外全灭不了。都别过来，当心沾到毒粉，就算皮肤沾上了也要中毒。小师傅，故人在此。思追，快去盛一碗糯米粥，快去！喂，这个人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是敌是友，为什么要贸然救他？万一是个恶人，岂不是救了条毒蛇进来？可是他也有可能是个好人啊！你没看他在外面被傀儡围攻，肯定不是坏人。再说了，见死不救，也为我辈家训。行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得了谁，可别怪我。莫前辈，双华剑。莫非他是小星辰？糟了，外面好多傀儡。好多是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整条街上都是，大概好几百。我看这个门要撑不住了。莫前辈，您要用点睛招降术了吗？每个人要点两下，要流多少血？要不用我的吧。用我的，用我的。你们才修了几年呀、啊？有没有空白的符篆？哎呀，画过的也可以，